虽然说最终场嘛，那我一直在想说最终场台北两场够吗？然后我就在看那个卖票情况，其实我两个礼拜之前我就知道不够了，那所以今天要宣布加场，我其实心里早就知道啊，哎，而且证实他离开这件事情。你们之前可能遇过，有没有听说这件事？没有，没有，完全没有。他藏着非常非常的。听说身体不好，但他没有刻意讲。对，因为怕我们担心，他就是个 nice 的人。那他要复出，你们会期待？当然很期待啊！对啊，我也是歌迷。我们都是歌迷。对。有很多人，我们都希望他们复出了。谁？当然还有小那个啊，小哥。小哥，费玉清。对，费玉清啊，对。我啊，为什么要封麦？什么理由？哦，你说我啊？那好吧，那我就明年封麦，后年复出啊。太快了吧！你们是就是不会有封麦的一天，就是会唱到断气的。断气啊！太惨了吧！哎，现场有观众，不要那么犀利。基本上来讲，我这样子，断气，只要断气就一定要封麦。是买麦吧？我希望唱到85。喜欢唱啊！我希望唱到85。